今天是公益的活动，不谈政治，好不好？公益的活动，不谈政治，好吧？我是小咖的，先来这里。我自己过去在半年内，我家的附近过马路，就有两次差一点被大的车辆就逼到边上去，就差点撞到。各位现场的参加环路移民的诉求的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你们想要看到郭壮曼人来签署这份宣言吗？哇，听到大家的呼吼了。现在您喜欢的格子就可以了，都可以，都可以签。我是小咖的，先在这里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您可以选一个您喜欢的地方签下这个宣言。谢谢在场的所有朋友，在凯道的朋友已经到了一半了，据说一半就是25000人了，给自己一个热烈的尖叫声、掌声、欢呼声。也谢谢呢，一起来见证我们郭创办人郭台铭先生来签署。我就要劝所有的，不管你是开车的、开公车的或骑着车的，一定要停停看，让走在斑马线的人有真正人身安全的保障，也让安斑马线有它的威权。我自己过去在半年内晚上出来散步，走在我家的附近过马路，就有两次差一点被大的车辆所逼到边上去，所差点撞到，就真正感觉到走到斑马线上，每一个车辆当你在右拐的时候或左拐的时候碰到安全岛，一定要停停看，让走到安全岛的人、走在斑马线上的人民感觉到绝对的自由、绝对的安全。让我们呢一起呢热烈掌声，谢谢郭创办人签署这一份新人宣言，谢谢。